来看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，日前上海有致癌毒校服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上海当局声称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涉案服装厂，不过民众则是表示不抱太大希望。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26号报道，上海警方已经对生产毒校服的上海欧霞时装公司正式立案调查，但是不少民众担心此事最终会不了了之。觉得这个事情他们说白了，我认为就是做做样子吧，他不真的不会去追下去。你想想，这个奶粉的问题这么严重，搞得呢全世界都知道，都抢购世界各地的奶粉，这个奶粉问题都解决不了，整个中国的社会体制已经管理失效了。所以说没法相信他们了。欧霞没有了，还有第二个什么绿霞呀，利益驱使的。你说欧霞不做了，其他人还照样做。其实中国校服质量问题之前已经被多次曝光，只是没有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。我老婆一个孩子嘛，我都是非常非常差的校服，都往出材料做工非常非常粗糙，就是回来就要给他补的了。反正总归是校服呢，价钱嘛又高，质量嘛又差，一个学生又没办法的。现在连小孩子都会自己碰到毒校服而担心。那你们还不害怕自己穿的校服是毒校服呢？有一点。你知道校服有毒的话还敢穿吗？不敢了。那学校最近有没有说不让你们穿校服啊？没有，平时都要穿。作为祖国的花朵，我认为我学习一直上不去，就是因为这校服的问题。根据相关部门透露，欧霞公司已经连续3年被4次查出有质量问题，但是依然为上海41所学校供应校服，其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。新唐人记者张天宇、蓝竹采访报道。